万安龙狮团，这是来自带来版安冠。哇，这次可以说是我们的阵容不只是有创新的意阵，我们在这一次呢，整个系列也结合非常时尚的潮流，然后传统结合时尚，太像一个新的高度啊。是，那今天已经来到我们的第二天哦，张奎刚的这个料镜，大家应该在镜头上看得非常的过瘾哦，真的，对，透过是连绵不绝，对，透过我们的各处都有，各处各地，对不对？然后每一个角度都是我们的镜头带给大家，从空中还有二楼，还有三楼的最近距离角度带给大家，对，都在这八宙视角，真的真的。而且其实昨天非常有感啊，我们昨天中场休息一个小时，来补充下午场。到晚上将近八点半才将热的不冷化完圆满的结束，是好，前面那天公文公桥会长这样子，今天哈，今晚咱都是你拍手，拍手，而且那种房间，咱们一百个头款来拍，一定要，一定要。